来，还有买的新手机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你摸摸呀，可沉。真好看吗？我的好看不好看？我夹的壳子好看。丢丢不同意啊。那你看看硬的颜色好看还是我的颜色好看？你喜欢哪一个？丢丢咋那好看？哪个颜色好看？你喜欢哪个颜色？哪个颜色？呀，我以为他敢说都不好看。我的天呀，来，你猜我的手机，你猜这个手机多少钱？1000。别闹了，1000块钱现在买不出手机来。再猜。我咱咱俩都讲了手机抢来。你给咱那1000，让他给咱买一个。我给你1000。我给你2000，我给你2000，你给我买一个这样的。应该多少？3000。再猜，说少了，说少了。3000更少啊！好、哦，再猜。乖乖，他知道你这个手机，他猜紧张。再猜，大胆的猜。5000。说少了。多少？10000？我手机6000。5000我也不要。那5000你也不要？你想要？那你猜猜这个手机多少钱？它这个手机长得是不是就很贵？3000。嗯。再猜，大胆的猜。8000。哈哈，不错。猜少了，再往上猜。10000。少了，再往上猜。10000多。11000，再猜咱那的血压都该高。再猜，快到了。再猜最后一次。接近了，接近了。11000。对。啥买的？就刚买的。这咱俩不惊讶，11000不贵吗？贵的挠头。买这房子哪？拍视频用嘞。来，我说10000多块钱买个手机，一个是不是可不会过日子？是的。你看他的快递，我今天给他拿多少快递？成天买衣服，买乱七八糟都是他的。那是啥？不知道是啥东西。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。还买可多衣服。咱那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对呀，咱那对你这事早都司空见惯了。还司空见惯，哇，好有文化。他都是啊，我跟你说，给他说的他一定没干。司空见惯，我记得我上一次用这个成语还是在上学的时候。我这是赤裸裸的嘲讽吗？起来呀。起来干啥？坐这儿呗。坐那干啥？看电视。我都不叫你看，拍视频你不配合我。妈，我要不是外观不好，我出去干啥？我是拿掉啥拿掉？还没拿掉都有冷。现在能解释？你看咱奶，你都成个多事小孩了。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。我热，我冷。啊？你凉，咱就买一个。想买啊？钱多，我有钱，咋着？